瓶盖先刷，对，轻轻的刷。你水拿起来刷，让它滴一下，不可以直接就拿起来，让水滴进去那个水盆里面，这样听得懂吗？死苍蝇，要刷均匀一点，最好是这样子，这样子站在这里刷，一二一。二一二，你学了十年，应该会洗车了吧？嗯。好，啊，那个雨刷拿起来。对。好，粘，不要滴出来，拿起来，先往下压，往下压，往下压，拿起来，好，让它滴水一下，好，拿来，上下刷，左右刷，左右上下，左右。左右，你没有左右，你只有上下、啊。左右，你为什么手都不要这样摆呢？不是，左右是这样，好不好？对。好，这里来刷。这里，我只拍三分钟就好了。对，灯壳，只要先洗上半部，再洗下半部了哈。嗯，轻轻刷就好了。下面啊，下面没刷。因为这很干净，所以都可以刷。刚才叫你拿蚊香奶，你有拿吗？没有。你拿那么远，是那边我们在那里，还是在这里？已经拿过来。好，拿过来，我自己刷。这水桶拿走，把那边拿一点，好。会刷了没？啊？会刷给你洗的，你洗。觉得太干就要沾一下哦。好吗？桶子不要拿离那么近，你会去踢到桶子。嗯，把它拿后面一点，你这样走来走去就没有问题，有没有？动线就没问题。这一面还在烤漆，这边。嗯。这边还要烤，这边烤过了，这边也再烤一下，后面再烤一下，车尾不用。啊，车顶好像也要再搞一下，就没了。这里，这里好像也要烤一下，所以现在看起来都还好啊。